者是云文化艺术公存，人韵浅然和且强融。在红卫扇暖和层林小套之间，是您绽放微笑地方。谈过最宜居城市，又顺应大造型府城市扩船。扩船是征迈向可持续未来城市，并以无限可能性开辟新道路。从扩船镇市信息城开始，扩船进一步扩大扩船扩船区、主堰区开发，努力发展成为引领未来而是以世界前进智慧城市。扩船是通过扩船镇市信息城、扩船扩船区等城市开发项目为居民提供稳定住房条件，同时还通过新银综和医疗设施，只要生物技术研发重新等资源转变成为先进企业友好城市。扩船市将通过激活地区经济、增强刺激功能、改善教育环境等，成为创新与创造中心，一站式接触设施城市。所有声音都幸福城市，谈过社会安全政策排名第一，扩船市正在打造一个人人向往城市。将污水处理设施完全地下化，并在上部建设市民需要各种便利设施，建造扩船新地标。公园、图书馆、多功能体育馆等居民便利设施，为扩船市男女老少创造活力充沛健康每一天。扩船市在交通拥堵严重泥水前两才，向南方向新建光裕公路，实测扩船道量在这间所船至五分钟以内，大幅缩短受方向移动时间，并确定设立可塔路财政府扩船停车站。通过可塔路财线路和扩船水利前提掏出性便利，并通过扩船右面善建城市高速公路地下化解决交通拥堵，专注于提高生命生活质量和提升与周边城市连通性。绿色或联用住绿色城市，为让大家在平凡日里也能感受到小小幸福和宁静体验价值观，扩船市正在努力打造一个更加幸福城市。扩船市正在通过扩建市立幼儿园和共同照顾中心，打造一个人人幸福城市。为让青少年能健康成长，为未来融企和请人才，扩船社正在加强定制化教育支持，并通过创设青年文化艺术空间、青年创业基金等，构建青年业态，能够主导地区发展环境，让老年人安享晚年，设立养老院，为残疾人提供短期居住服务，幸福梦想中心。还有综合医疗设施，扩船社正在努力通过吸引者建设施如珠来满足市民医疗需求，让人享受到更加优质医疗服务。此外，扩船市还在推进扩船镇市新形成公共图书馆和关门第二室内体育馆，强化在扩船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。扩船市在韩国筹策银金厅发展智取街头一处界城市，已成为韩国零七年文化艺术领头城市，并且正在不断增加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一处文化机会。市民共同打造，每个人都能享受幸福生活城市，每个人都强居住城生活传世。在韩国一生会